华兄，快出个声啊，不然就被识破了。那名弟子不太对劲。饶命。你们站住，暴露了。快去升龙台。华兄，你还不如不叫呢。是你让我叫的。原来是云殿的小老鼠，抓住他们。我来殿后。大千夜掌，连几个赵神境都解决不了。您看他们反抗的样子多有趣呀，给他们点希望，绝望的血才会更美味。你自己处理，别烦我。云殿弟子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我血母崖斗刺。神丹境，全力出手，合力杀他。九毒血狐，风卷残云，光暗两开，冥王法阵。这么一看，四个小郎君都挺不错呀，我全都要了。快跑，他是虚阶境后期，我们打不过。哎呀呀，你们跑得越拼命，我的小乖乖就越兴奋呢。小心之物，四位郎君我都很喜欢呢，可惜升龙台还需要一个人的血。让我猜猜，哪位小郎君会被我的小乖乖选中呢？雾气能让护口愈合，得尽快摆脱。之前那场消耗太大，真元快没了。那就只好让红发小郎君去血界了呢。白灵兄，别管我，我去救他。你们准备好剑印。好。他来了。他要投入我的怀抱了，真是太棒了！快，快把他给我带过来！罗征，走啊！罗征，罗征，那个伤了父亲分身的小子，在此处。顺意，罗兄，我没事，只是带人瞬移，对精神消耗太大，快走。
领悟法则之力的小郎君，可真是不多见的美味呢。这里不用你了，我要亲自对付那四个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家就期待大人一展雄威了。那个老妖婆没追来。崔宇来了。罗师弟，你开门，其余的交给我们。那就拜托了。青龙，开门。你们谁是罗征？我是罗征。我也叫罗征。我罗征。既然你们都叫罗征，那就一起杀了好了。金钟罩。领悟了极雷剑道，可惜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雕虫小技。上路吧。扫描这个二维码，你所求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。东域之主野心不小，云殿左权势卓大，勾结妖族背叛云殿。我传你妖族秘技，修炼后可短时间内提升修为。灵之力崔云受死。他要自爆紫极真元，阻止他。师姐不要走。道极惨死，心爱之人离去，挣扎半生只修成一个浊心的过往，还真是凄惨啊。